再感谢神，今天有机会在这里歌颂我的父亲。其实歌颂我的父亲，主要是歌颂我们的父神，因为我父亲他六岁就是孤儿，那可能看来他是一无所有，啊，他要开始自己照顾自己。在他的人生当中有不少不少的苦，但是呢，也确实经历很多的甘甜，因为他从小就有机会信了耶稣。神都一直保护着他，与他同行，所以在他生命中好像是一无所有，但却是样样都有。他是文武双全的父亲，他因为爱我们妈妈，他把所有的照顾孩子的事、家事都包在他自己身上，还做上份的工作来撑着我们的家庭。好，他一辈子真是付出他的一切，就是要彰显神无条件的爱，无限的爱。那我在这里就看见父神是十五遍有的神。那我父亲没有念过书，但是他能做这么多的奇妙的事情，在他一生中，这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的父神，因为爱是从他而